哇，这辆车也太好看了。你买得起吗？你就看啊，算了，看你也不容易，借你坐一下。这辆车也太讨我女朋友的心意了，送完这单得赶紧去给她买一辆。沈天，虽说你是线上网络食品运输部经理，但是你也不要乱花钱啊。只要你喜欢就好，我去工作了。您有新的外卖订单，新店开张送气球哦。我女朋友喜欢那个小猫，这个是小姐姐跳舞才能送的。你没有化妆品吗？够了，娃娃给你，滚。沈天，你怎么又这么晚回来，而且还晒黑了？身为经理当然会比较忙。我明白会有一颗心在远方等我靠近。曾经他是科尔星的王子，现在他是我的变驴王子。